韦伯最近到大陆巡演，在场粉丝嗨到不行，只是却又因为肿一圈登上版面。网友流传苏州场演唱会直拍潘帅穿的一身红，只是人竟肿到脖子都消失，对比工作室发出的差很大，不少人制作迷因图取笑，也有粉丝缓颊是角度问题。我重申我是有下颚线的，好不好？你们拍照的时候角度要抓好。那天我看到某个社交软件上面有人从我侧面拍，看起来我很厚一尺，请帮我修图好不好？下线快拍，现实的。潘玮柏频频自嘲，甚至还连发好几支短影音，就是要证明他有下颚线啦。但没想到下个动态却怒了。17号连发两篇现实动态，分别写下：有些人真的脑子有点问题，以后别怪我不客气。很好笑吗？你很幽默吗？疑似针对某人动怒，没多说原因，但不久后火速删文。先前网友也说从壁虎漫步变壁虎漫步等玩笑，许多人就猜恐怕看到更攻击的言论让潘玮柏走心，甚至演唱会在即，粉丝也担心他的心情。回应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，但用点赞支持你，心疼他默默承受这股气。 TVBS 的新闻林玉珍红亭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